超薄卫生巾与液体卫生巾的区别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为大家讲解一下超薄卫生巾和液体卫生巾的区别。超薄卫生巾呢，它是直条包，它这个包膜是360度包裹，可以防止细菌侵入。液体卫生巾呢，它是这样的快易包，快易包呢，它两侧封口端是开口的，这个细菌我们携带的时候，细菌会很容易从这边进入。把这两片卫生巾拆开，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和一个外观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的一个外形。这个超薄卫生巾呢，它的整个外形很符合人体的一个人体工学，使用的时候很舒服也很方便。液体卫生巾呢，它的整体感觉比较细长，而且中间部分比较宽，就是使用起来呢不方便，也不符合人体工学。